因为很抽的，有时候会起黑烟。你看你摇摇一下，看青瓷的，可以了。这样回去介绍朋友了。青瓷的，可以了。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分享，你试一下。它跟那原味一样的，它没有嘛，原味一样。如果那是那些产品哦，你皮肤现在还会黏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你会，然后我皮肤不。